子，上请大众进入九天净觉，示意上下，众多雷霆凤月，掌中间大法土，臣招纳你带领两万道的论人，可能成方成佛，即受根深福。前前出一个修
。既奏天庭地比，前人南豪府，今三花九府，圣人杨府家里，殿起雷霆挂甲，城隍庙子，司命造景，帐篷工朝服饰，当房土地产地眼神。一文可属国家器图，秦此造品一个修复款，天一声上达高穹苍，万神之父保平安，三方大地垂万福，四方众神降天祥，此等功上接地起，南极老幼尽安康，全国虽以财源勇，自己方言不受长，回楼奔风祭天边，直到光辉西前长，所言未尽蒙庇佑，红旗大道过五江，秦一文六神公干，三清大道真盟，似乎万民共天，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虽在戊戌年，携少华两代，即拜拜金朝圣王。夫以今当选谈造旗，此乎大凡皆谋正事，今主气就想造真造民，为祥光的社稷，虽有提携不复休息，以望诸奉亲臣一同泛尽此民斗志之观，岂要方臣立飘渺之智慧，可复风光以服选教，见证在同法众贤臣散发奉献，请天上神仙的
钦佩安抚，束缚命运，昭明令旧金灭尘，主张祝飞飞丹千春之民，丹及下皮勃勃为秀都智慧，富山共以下门，远在公以四中，其他表文尽当学。上天体现黑
学传恩因果，是寸初言，请把恩民保重清洁，知乎眼神同在上红灯不上宝，一切心理鬼上两音，自信称言，尽真言教天真，大道两口是一无能。法天象地，祥光普照于四方，莫运一尘，自空善理，信力无上大罗天，六亲圣洁牛天真，信力无上大罗天，上清正洁灵宝天真，信力无上大罗天，太清现今道德天尊，且以灾星聚起，披一念一千尘，一困痛起，百灵而未见，红度灯香千尘供养，善清善净三宝天尊，昊天峻阙一方上帝，动聚慈父青雄上帝，诸天上帝穷阙告真，宝镜落仙一笑正在，奏殿殊途河汉庆真，诸天采访时英勇保命妙不正经，上勇道不正经，中勇定不正经，下勇扶正正经，六家慈幡开道使者，翻干净机，守义深远，西空过往，见差明神，
西藏真像普通供养，向神殷勤无表殷勤谦卑向茶敬，都行福果放粮米饭茶酒书店天真那里满真三点说起所言，有一副熊猫看浪地。昭陵祭神，臣闻太尉入寝宫，自烦心弥罗自解，妙有贤正君，欲只需玉秀自如，请了昊天献微光于圣意，为时下愿，一书号以化凡，高悬树弥自土，下云浮离自土，何以昭真祭神，何以田恶处哉？恭为昊天净觉一方上帝，东极慈父千雄上帝，统摩万天开明善经，为众生赐福，并三界的权衡家宅丈人，臣蒙会化凡及碧落至中，气力物障闲光运还于自内，配则设方奉唱鸾歌，可以消灾浪地，浪佛奉飞雷利，可以按国作一人民，三盖地仙九天称亲，承担千功赞扬报号，洪恩担不天真，thank you.
始至终，万象生罗，悉披动真之化，照十方以宿命，尽一切以幻沙，广施命可宣扬妙旨，缘起千真智慧，生扬色觉之法，莫非房树已在成，十岁地下而戒酒，上通八十一天，尽却玄机而会判，下达三十六地，洞天海月以圣门，勤先开解悟自性，留道乃皈依自取，承担功前，称扬报号，洪恩担补天尊。Thank you.
长出天大的福。愿张大米带领两班道人员，不能成方成佛，即从更守呼麦上天。
苏秋芬、李秀琴、卢超、张浩、刘法成、杨龙、吴银贵、钟振国、黄国平、雷开树、李松、赵浩涵、吴涛、杨杰、周金、林兰、王振华、杨成都、邓基清、刘守富、罗义恒、郑慧祥、王水和、周维、冯范伦、傅成台、王永强、杨信昌、燕仲前、杨伟丽、张台南、田永忠、王培林、戴淑龙、张新德、杨林仁、赵明强、肖金彪、杨年年、蓝财金、黄金龙、杨海国、于小华、令应堂、陈延同、吴明贵、曹岩、陈尧泽、张德武、谢国霞、王彩虹、张丽萍、雷德金、卓锦平、周小伟、别道山、李代凯、席泽摩、陈金、倪丹丹、邱汉辉、吴木森、谢汉周、林康成、梁国强、陈怡、魏巧雄、赖祖都、朱万先、胡立辉、李智慧、叶华武、刘志健、张威子、刘海滨、黄琦、潘亮新、魏龙珍、魏肖峰、朱仁东、洪正琛、祝秋东、冯海华、周超、姚彬彬、申彬勇、顾飞、季爱华、李维忠、季龙、沈金、杨安国、乔恒阳、赵雷、崔国际、马娇鹏、任昭峰、翟朝伟、贾静燕、康小新、廖丽金、赵秀兰、叶翠良、陶文奎、李倩、郑志刚、刘丹平、陶超、张庆伟、王伟、徐春光、李斌、白松松、吴一周、张文初、石敬义、李波、刘雷镇、杜怡明、陈亮、赖雅浩、皮亚文、张琛、杨立斌、刘应光、苏华、张秋龙、杨九平、杨升天、恩勇、林龙昭、郭金花、黄燕金、于红、常伟、赵静堂、金英、李桂良、于海洋、祝红光、宋伟、黄殿勇、葛金香、冯杰、邱真金、徐寒前、包红利、徐奇龙、张慧仙、石淼、李连进、梁清波、陈义国、张少平、赵建长、林学谦、吴仲科、李刚、王宏伟、王小强、王斌、王延锦、林学谦、吴仲科、李志勇、陶永宪、吴延角、于凤义、潘勤鹏、王光达、包振森、温庆都、林满、叶祥红、王永庆、王三长、李李博、王成堂、徐新奇、王国杰、朱成富、林东强、方瑞海、徐阳龙、林孝金、王万春、吴老三、王祥新、范宇、吴红平、周金兆、张思条、雷建林、王鹏杰、陈家春、王武龙、陈明强、李富亮、郭明奇、于红旗、邱良山、陈义文、吴金星、吴森健、周文龙、郑仁健、李瑞密、邱信勇、陈继平、李善善、林本顺、杨金、林明贵、
杨国才、林应、陈干松、吴佐清、赞本良、郑宗仁、刘立、王亚峰以上弟子人等，记了千层拜看。北斗心经主召弟子人等稽首上述，道生下土，天在人人，教演先天复国，玉米孔子未解，深奏对报恩淫福而有配，奉随因缘皈依投于伦师，盖宝及以先品，自而随其应否，于道有缘，于烟遇事招灵助人，无量不胜前片，同其话语，是其今月出山了，公葬伦师仪，四汉天师福，至心立坛，起见受入法会，开坛取水，诵道德经、三观经、安龙殿图、三观忏、诵北斗经、声闻法咒、天师忏、起思扬帆挂榜、参神业主、受入脱仪、三归九戒、上表脱仪、圆满谢圣、普施合仪、坐殿等仪，交仪八旦之内，上其天地无恩，下保男女康泰，恭迎百福，福佑方来，代保宣行师，臣临此前切出仪，具受天庭地地，天成南北斗府，齐请三官九福，生成杨楚家里，也请雷霆官将立兵，城防庙舍，壮空宫朝扶持，当房土地传递等神，移文何属各衙去处，请此造诣一颗修复外，福曰一层上达共平昌，万神赐福保平安，三官大地垂来福，四方诸圣降千强，四农工商结地吉，男女老幼均安康，求农岁意财源有，四系发言福寿长，回路温风聚枕边，贼道官非西前长，五福临门门庭换，三心在腹富已亡，所由未尽能庇佑，同其大道过无家，须自保者右膀小医，神人通知大法天师门下，奉行师小赵成、张大明，天因戊戌年十月初三了至十月初十了，谢恩报。台上立了五方天庙，有神镇地，庙庙紫金阶，台位六金宫，不及无上圣果。上宫登无上高，三清三净天真，万圣停驾天真，大道无量不可思议功德。